充满朋克风格的前额盘法，搭配上中性的服装，可以让你显得特别个性。那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也让你摇滚一下，跟着我们的魔发达人变身成朋克女魔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瑶。有可能很多人看过我的朋克头，到底我的朋克头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我今天就要教给大家。好，这个头发呢，我就要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把头发梳低一点。如果头发长的人呢，就把头发梳低一点；如果头发短的人呢，就把头发稍微梳的中间偏上一点。因为我们是把发尾卷上去之后变成前面的头发，蓬蓬头两边一定要梳光光的。好，已经梳好这个马尾之后呢，关键步骤就是在这个马尾从这个位置开始做一个扭转，一定要扭转得很紧很紧。好，扭转得很紧很紧之后，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样子，然后调整一下前面的长度，前面已经到这里了，稍微的有一点点长，所以再多扭两下。好，前面这里呢，也要给它扭得很紧很紧之后，好，下卡子的位置非常关键，一定要选择这种头发的外缘，然后下面位置，连这里的头发、上面的头发到下面的头发都带上插进去，多放几个。再来一遍，一定是这种外缘，连下面的头发带上面的头发一起塞进去，横插，下卡子都下在同一方向就可以了，卡子都已经固定好了，我们这个蓬克头后半部就已经做好了，效果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开始调整前面的头发，因为蓬克头往往中间要高很多，所以要把前面的头发抓一下拉散，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干发胶撒在上面，前面的发梢也要来一点，趁发胶还没干透的时候做一下调整，把它拉高，发梢在这里，所以做一下小黑卡的固定，再高一点点。然后两边的头发呢也是很关键，喷一点点干发胶，来梳过去，好，帅气吧。好，这款简单易学的朋克头就做好了，另外在服装和配饰上面做一些简单的搭配，就可以让你酷劲十足哦。